有毒品前科的台南31岁林姓男子，昨天下午行经台南市金华路三段，看到前方执行勤务员警持眼神闪躲，行迹可疑，员警上前拦查盘问，林拔腿就跑，双方追逐200公尺后追进一处巷内停车场，林贤原本挣扎想逃，此时七名警力在二分钟内赶抵现场，林贤没有脱逃机会，束手就擒，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。台南市警二分局海安派出所警员陈义轩、吴伯敬昨天下午1:30执行速窃弃毒勤务，拦查行迹可疑的林姓男子，经查为警列管毒品人口，盘问中林贤趁隙逃逸，两警追逐200公尺，在河中街一处停车场追到林，将他压制在地，此时海安所七名支援警力接连到场，从林的口袋取出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一76公克及三级毒品 FM2 两颗，交付警方查扣，警询后依法送办，并向上追溯毒品来源，两名员警与七名支援警力将林贤团团包围，图翻摄画面分享。